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，西服套装打造的霸总范儿，身披阳光的样子写满意气风发。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节目，28岁的你带我们一起回顾了朝鲜战场上的铁血军魂，回顾了在这次战争中一个个28岁鲜活的生命，以及在那样一个特色的历史时期，军人的奉献和牺牲。在一个个场景中，又一次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峥嵘的岁月。王一博作为主讲人，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战场上英雄的事迹和铁血过往。此时他带磁性的低音炮声音，恰如其分地为我们展现了军人的果敢和无畏。就连新华网也转发了这一消息。用王一博的号召力，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坚守信仰，坚守信念，知道如今的幸福生活得之不易。王一博如今已然成为青年人的榜样，被央妈一次次点赞。无论是参演献礼的影片，还是参加献礼的节目晚会，都一次次展现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。他的个性气质也越来越沉稳大气，越来越有霸总的气场了。他如今才24岁啊，真是历练不一样，眼界和胸怀就完全不一样啊。如今西服套装简直就成了他舞台上的标配，私下里的穿搭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内敛，更多了一份庄重的味道。在这样严肃的场合，西服套装当然是首选。王一博选的西服套装没有任何花哨的细节，低调的纯净版打造的是简单的稳重范儿和高级感。略修身的剪裁和修长的线条一起，为王一博的好身材注解。王一博用自己卓越的外形条件撑起整体造型的颜值和气质，也把其长英挺的俊朗范儿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克里斯提鲁布托 Christian Louboutin 鞋履设计师，大名鼎鼎的红底鞋就出自他家。1992年在巴黎创建同名品牌，他制作的高跟鞋色彩艳丽，充满异国情调，被媒体称为独立于主流之外的极品，一面试就大受关注。不仅红底高跟鞋备受关注，称为女明星红毯最爱，他的男鞋也同样出彩。王一博这次穿的就是这个品牌，漆皮的材质，黑色的色调，给人低调的精致感。特别是鞋头线条的设计，更给人修饰脚型的作用，让脚看起来更加显小显秀气。和整体的黑色西服套装搭配起来，充满整体感和一致性，让整体色彩看起来流畅自然。王一博这套西服套装黑色的色调显得沉稳大气，宽边的西服领的细节让这套造型多了一份变化感。特别是夸张版的同色系领结，在白衬衫的衬托下更有低调中的光芒感和闪耀范儿，让他这套造型在简约的黑白配里彰显出更多的高奢范儿和逼格腔条。赶脚王一博演了军人以后，越来越有军营男子汉的味道了。即便是西服套装加身，他身姿的挺拔和笔挺也一样妥妥的在线。有细心的网友总结了很多男明星演军人之后的后遗症，全部都是甩臂踢正步的生活版，不自觉的样子好可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